中国晚报社员工的捐血运动今天在高雄市记者之家举行，红十字会高雄支会特别派了医师跟护士为捐血者先检查身体，然后再一一的抽血。这项捐血不指定输血者，由血液银行酌情支配，三军官兵跟贫困的病患有优先的输血权。